救助之神啊，我给你们来看一看，演示一下我组的这套进化撒。我玩几局看看有没有胜率。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版本我能组出来最完美的进化撒，我觉得啊。德鲁伊，这个德鲁伊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看明白我是个什么套路。下一抽最好的牌是食人鱼集群，又能补三张质量，又能给他 buff。你是看不起我这个零杠三是吗？嗯，是不是看不起我？问你，食人鱼集群，来吧！有点弱，兄弟。这把排序不是很顺，兄弟们，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嗯，对面肯定看不懂我的套路，巧了，我也看不懂。我想一下，如果我换的话，有一张退化换下去了，但是我应该还有一张。五，退化来了。等等，可以，兄弟们，但这几张牌给的就很一般了。有机会，我退化对面那个八七七加七六六加那个嘲讽那一波。谢谢领导同事在。哎，你这个名字起的我怎么说啊？错的荧光棒。哎呀，想想啊。有没有一种我场面还不错的感觉？啊，谢谢光明诚意蓝色的一个墨镜。哎呀，我们和谐共存。嗯，嗜血。进化撒赢了，OK。你是来
别笑呀，我认真的。只要我解决了如是能和能出八个格子，我觉得我就有机会。对面以为我是图腾萨，这是啥意思？哇哟，这两费怪好像有点大吧，兄弟。谢谢药丸 AT 给我送的多喝热水。哎呀，啊，对面是个绿的，我懂了。所以兄弟们，知道对面为啥要摇这个图腾了吧？啊，硬币摇到了一杠，因为他有个尸体。但问题在于，我解不到他二杠三，这回合有点尴尬。想想看，我找好像也只能找图腾和找鱼，那我还是找鱼。这个好，我解不解他？可以解，因为这东西不给尸体。而且我有回血图腾，我感觉我这个场面 F 一，还有一杠一撞掉，再出个一杠三，真的吗？加工，你还是没解掉啊？确定没有一点点弱者的气息吗？想想看，这里是必打这个五三六的，我贴完以后怎么撞更加好一点？因为我想保这个嘲讽。我五三六贴起来，这个是可以开的。那么这个撞，这个撞，这个踹脸，你留一个频率能怎么地？你撞过来，我这些怪都能加，对不对？对面要炸了，我萨满要赢了。这一个怪，哎呦喂，两费决定胜负，这游戏真是好玩。又出一个，他还挺淡定的，看起来。他的心态好像没有受到任何的浮动吧，这么淡定。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挂把刀。那二加一，这个过，这个踹脸，对不对？保了一手小绿 ，very 细 ，OK， 叫 Q。还没叫 Q， 差一点点，约等于叫 Q。 哎呦，这个萨满好像还行吧，真是一个构筑小能手。但是我这几抓有一点点弱者的气息啊，说实话。说实话，这两抓是有那么一点点弱者的气息。这你给我抽点质量，我这个牌质量其实也可以，要么抽什么五四三过鱼之类的，你给我老搞这种东西，对吧？啊啊啊啊啊啊！可以啊，不太强，但凑合了。这里面两个王宇奥数剑，你不就是一个死人，对不对？一个绿 DK 被逼找了一张血豹，你评评啊，强啊，叫 Q 啊，开玩笑，看看，构筑之神啊。你这个问题就约等于我两费是摇图腾呢，还是应该挂刀，对吧？就约等于你看我这个手里面三费，那你觉得我是应该打这个三，还是应该打这个三？就刚那个问题，在我看来是一样的。嘲讽可以，你再出两个什么一杠二、二杠一，我直接给你退了。哎，别出这个呀。这个退完以后还是一张三费牌，要不我先给他解了。
咚，歪瓜裂枣，四费，四费，两费，为什么一个四费和两费的怪身材差不多？这七七吗？王宇我抽三张，这个牌很好啊，这是王宇我抽三张。对面搁那儿滋养跳个费，这个牌大德鲁伊这么容易啊？他还很自由的，自由自在搁那儿跳个费。我一个圣盾撞四杠三，然后没有圣盾的三杠三撞一个五杠二，那个五杠二能不死，那个三杠三能不死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觉得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去回答你的问题。又拍了，让两个小鱼去解，我就明牌在保这个频率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大家，我不解释，真的，我就很明显我在保频率，因为我那里第一我手里没有进化，对吧？哎，我真是浪费时间跟你说。过了吧，他是个正常人。我对进化的要求就是是个正常人就行了，你说我现在进化要求多么的低，正常人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已经失去了霸气，正常人就行了。啊，可以可以，你看，对吧？值了值了，别慌别慌。琪琪，看看对面不也是弱者的气息吗？对不对？我的大爷，来个突袭，不是，我这里不可能打退化别的怪，如果他抽到突袭的怪，他只是这个怪 buff 就长攻会很高，但是我二十五血绝对不会死，这里我不打过牌我赢不了。可以，这个门到，其实我觉得进化萨这个牌也不是很适合我，我早晚会被气死，这个门绝对要留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的怪是正常人千万不要再进化了，对吧？只要但凡你手贱搁那把门一按你就炸。请问那个七二二啥时候退环境？我现在就搁那指望他退环境了，他啥时候退啊？啊，我下游和场面爆炸，三铺三个，这个可以进化，把他，我格子不够。怎么办？格子不够，他什么呀？圣物流放下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
这是个好事情，对面把我格子腾出来了，我也谢谢你啊。我们先这个，然后进化一个，我们也把格子腾出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扑不扑啊？我觉得我扑呀，因为我手里面没有元素了，我不扑也没用。我跟你说，这波场面巨大，睁大眼睛看，看看，嘲讽回血，对吧？这个还能再给我出一个怪纠缠，对不对？哦耶！开玩笑，哼，天才的构筑，哈哈哈哈！啊，你似乎带来了35的控制激光法。OK， 血赚，就是打一个瓦斯奇，然后你用那个跳把虫子给瓦斯奇吗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倒，正常人，那就出个螺丝呀，奇迹还在啊，就是奇迹召唤个螺丝啊，就是你不管任何时刻进化瓦斯奇。你只有用法术杀了他，或者用怪撞了他，你用任何法术去进化他，这瓦斯奇还是在的。这个是瓦斯奇啊。解不掉奇迹。这是三费，这是两费。那这个把这个撞了，这个把这个撞了。可以考虑打一个鱼，也可以考虑不打，这个随便你。再来一手，打！我觉得这个场面不是一点点强，这真是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对面不会玩了。对面说没见过这种构筑，什么鬼？哎，萨满的构筑的还得我来，奇迹没了，没了就没了吧。我没有牌能打，不然我也不打这个嗜血。但是六费的话，如果他带暴风雪，我就一直会被控住。主要我也是没有牌能出，嗜血先打了。这个里面能拉的东西其实很弱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就卡死他了。对面只有出门冻住我。这个门先不出吧，因为我这个怪死不掉，下回合我是扑四个，然后我再要用门，万一我还有频率出这个门，很有可能会卡格子。这局这东西要用上了，不会这个魔免就单刷了吧？这是战士的牌，亲，一定要记住，你用的是战士的牌啊。对面给我解，多看他几眼，因为你不可能看得到他。记住他的名字，引怒坚冰。战士的牌怎么这么强？天哪，太强！不开冰箱，那手里面没有冰箱啊！啊！解这个四杠四！啊！啊！到，到，
一波你别说，有点强。导弹，巨型。他是不是打出来个盗贼？你看，注意时间，兄弟。哎呦！哎呦！他能截我两个，你敢信？这有点赚到，朋友。这过墙，哎，我还算一算，这个，就掉 ，OK。嘿嘿嘿嘿嘿嘿。